新成新开全体领导当属伫咱大家庭当中，中央人当署长、党副党署长、派全体副党署，全国人民表示热烈掌声欢迎，非常欢迎咱大中，而且受力积极工会全体贵宾莅临咱大家庭当中，非常欢迎。 大哥你好，严师傅，大哥。好啦，坐车啦，坐车啦。等起码要上天公路，上桥。免行嘞，起码这边要摆了，免行嘞。 那么向后转，咱提供咱的现场献礼。大代表旗下受理这只公会，由咱理事长张业松先生、干事会赵吉林、地方厅先生、开专体理干事，向大家致敬，献上献礼，敬堂表敬礼，一拜。 一九年生，向六，全国风光，永远好，爱国光光，永远万里，再拜。一九年生，向六，大家都请你参加晚会，欢呼声响，欢声笑语，恭喜你事业健康，阿平安，再拜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那个出去了，不要不要，废话来了，好搞好搞好搞啊！不然，我怕成功了，我怕成功了，我怕成功了。